游戏说他会进大房，让我想一想，这是个张狂挽留的鱼女。我怎么说呢，我对于鱼女呢，我观战虽然观战了很多，但是我是觉得鱼女抓大房还是有点辛苦啊。他们三飞轮关键就在于那个板子，他能不能利用好那个大房那个板子。嗯，那个板子决定他这个水气框的一个那个受限程度。期待会用那个板子他就框不住，不会用的话这个大房一框他就溜不动。让我想一想，我大概懂这块板子的话，它能够挡一波鱼女嘛？对，挡一波鱼女就代表着这边的舞女可能可以多绕一圈，甚至等会舞女她这个走位，她想是、哎、这个鱼女也没有按我想的那样去框这个大房啊、她没有去大房。这个鱼女的打法跟我想的相似，就是来抓中场的古董商。哎，你抓古董商，给你腿打断啊！你一个平 A 监管，你凭什么抓我啊？就是我凭什么抓我？就是、哦、我一边换追是吧？但是这个不是我的想法跟他有点相似，就是什么呢？我带着张狂来抓你，然后干嘛呢？我这边包一波水气，然后找机会蹭一刀，然后闪现一刀带走。你收差我就打你。哎呀，你这个棍子，哎呀，没打你。哎，你收差我就打你，但是很可惜、哎、你没有打出子哥效果。怎么教的呀？你这棍子？哎，这跟我想的很相似哦。他是哦，他加了张狂有那个耐受力，对，有耐受力，减速效果会减哦、嗯，所以那个击退效果就没有把他打到那个墙上，造成一个四秒都不能平 A 的一个效果。哦，很细啊，很细。嗯，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现在鱼女他们都带那个张狂的原因嘛。然后这边的话闪现一刀带、嗯，这个跟我想的比较相似。那这我觉得是古董商就不够老练啊，哇，还。飞轮没交出来，古董商他难道就不会考虑到这边带了一个张狂有个耐受力的一个情况下，那这个棍子就应该交得更好一点，更细一点嘛？对对对，他其实可以走位调整一下，以后再看情况。对对对对 对, 对。现在的话压到了大夫的机子，鱼女保平争胜啊。是的，结果上还是没什么太大悬念，我就说他那个平均往上。嗯，对，这把的话确实鱼女蛮香的。这里看一下，一个冲刺冲到了，哎，这不收差，哇，这有双倒，有双倒，这打妖哟，人没救下来，哎呀，在这一波，他这个连一个那个闭环水器，再加上一个冲刺，两波全中，大副直接慌了，哦哟，这里一波收差。五十的水气再爆，我去，救不了，救不了，打，哎呦，哎，哎呦，哎，没关系，还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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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飞以后挂大副，对，这波飞轮还是蛮关键的，但是节奏其实已经炸裂了。大副可以起来吗？大副好像起来了，打一刀没打中。嗯，但这大副是第二块怀表，这大副第二块怀表，他们先卡位子，对，卡位子，然后丢叉，机子不够啊，核心分机子不够啊，想摇没摇到，倒了，大副倒了，我觉得可以再往回挂一挂吧，因为他的遗产机在那边，就挂这边吗？电机差不多。嗯，还好这调酒师有酒啊，没酒的话这调酒师半血都有可能被嘎。是的，又是经典的鱼女手撕。对，减速八音盒一波收差，哎，他的收差，他的收差，你有发现他防守当中的收差全中水气的。是的，这里的话舞女要用这个飞轮先拖掉这波水气。再来绕，再来框，小闭环，小闭环，哎，框到，水气，哇，差一点点，爆了，哎，鱼女还是爆了一下水气，对对对，爆了一下，那这样的话，他这边机子是肯定不够的，他只要丢叉风，我觉得都不用丢叉风，他正常做一波防守就好了，把这大副挂飞了，怎么第三抓起步了？是的，电机不够，这大副要飞了，他们又没有搏命，对，有搏命也没什么太大用。主要是大副没有二六的能力，他手上一个道具没有了。
调酒师这边的话有个飞轮，这把大夫甚至搏命直接闷掉了，用不出来。这没办法呀，那刚才那波防守做的太好了呀。又撞到了，哎，后面人被拖了，不过没有关系，我手上有闪现。你扛刀，扛刀，小心吃伤害哦。对呀，我这边可是有水气的。哎，还控了一波刀气。嗯。这鱼女有四抓的面，因为机子不够。不过他因为没有底牌，所以可能还好一点吧。嗯，这里压二楼。这个时候如果要四抓要你，你怎么打？你抓哪一个？这里看遗产机吧。嗯，遗产机就是大房嘛。对，那我就抓大房吧。遗产楼吧，他是封了楼，他怎么不封了楼？他这里是封了机子以后去外面抓。没必要啊，拔楼封了，他肯定得下来。我觉得好像很有道理啊。为什么不去封二楼呢？对，他难道不知道这个二楼有人吗？他肯定知道二楼有人啊。那为什么不封二楼呢？外面新的机子，你赶紧追节奏啊！现在逛了一会儿街了。我不知道呀。追什么调酒啊？这个、对呀、啊，那边六十的机子，这里的。啊，其实先把那个抓了，把人挂上以后再来找这个调酒，我觉得都行。是的，这边有一台机的时间，让他去抓那个舞女。现在的话只有半台机的时间了。嗯，对。啊、那这把好像四抓没了。嗯，有道理。这个我觉得游戏刚才的分析应该是个正解。他这边的话，哎，还找闪现，哎，密码机点亮。没关系，还是一样三抓。三抓肯定有嘛，就是四抓嘛。但是，哎，等会儿他如果能把这个人给往那边的门捏，不过他好像不太好捏。因为舞女是贴不了门的嘛，这边击倒、啊、人挂上赶过去。这边调酒也是很鸡贼，没有去往那边门去带，因为他万一往那边靠的话，那个门。但舞女现在、哎、贴不到门，好像点不开，对，贴不到门。他这边击倒速度有点快。是，那边没敢点门，能看得到舞女吗？观战视角是不知道这个穿模情况的，但是监管者视角，万一穿模看到了这个舞女，那就不好说了。好的，再排两名，好，没排到，回去，还有一次冲刺，往回，怕你来偷人。耳鸣刚刚有消失，好的，位置排到了，好好知道了。那是啥了？好像走不掉了。舞女还有个飞轮，这边的话能不能苟一苟脚步？哎，还没看到，再苟，哎，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离，哎呦，抽刀，可以，这把打的确实好啊。